你喺度做咩啊？享受人生咯，之前忙咗咁耐，系时候要唞下噶啦。 Mario， 其實你都配改咗噶咯喎。嚇，配改咗唔可以食薯片同埋飲鹹金桔嘅咩？我意思話，既然係咁樣咧，就應該正正經經揾份嘢做。其實我成日都有諗噶啦，你知啦，我家家地都係個明星，唔可以立亂揾工，要揾份襯得起至得。我擔心啦，老豆，俾錢嚟使下先啦。喂，咁樣啦。 经常记着说，做嘢先有工资噶，你咁样？哦，明嘅明嘅，即系话如果我帮你哋了结堂做嘢，就有钱收系咪？嗯。咁你出咗粮先啦。唔好担心，收你钱咧，我一定会俾心机做嘢嘅。唔讲住啦，我睇下有冇人要帮手先。冇人喎，即系冇嘢做咯。马博士。 有人需要你帮助，呢位郭先生需要做婚前辅导。喂，有咁耐啊？唔系啊嘛，马牧师啊，我听阿小龙包讲咧，你可以解决我婚前嘅问题，我问题好简单嘅啫，你可唔可以借100万俾我？我哋100万嘅咩？不如你答我问题先啦，你心目中最重要嘅系乜嘢？最重要嘅系 Vivian， 咁佢喺你心目中值几多钱啊？马牧师，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 Vivian 喺我心目中系无价嘅。啱啦，郭生，你已经揾到爱嘅真谛啦。Vivian 系无价宝，有钱都买唔到，等于你已经摆脱咗金钱嘅束缚啦。你唔需要100万噶啦。系咪舒服翻好多咧？其实系 Vivian 个爸爸要揾到100万，先至可以娶佢个女。马牧师，我以为你可以帮到我，先倾咁耐嘅啫，点知原来都系废话嚟嘅。你哋继续慢慢维圈啊，我先走。诶。 咁你不如揾100万啊？为咗Vivian，我一定揾到。犀利啦！你条死肥仔揾到100万？啊，你咪嗰个明星过气嗰个啊，叫咩名？我揾唔到嘅话，唔通你揾到？死肥仔，你见过100万未啊？我以前身家点止100万啊？以前，而家咧，100万你都冇啊！ 咩嚟噶？100蚊我嘅，好生性啊！卅几岁人要我老豆接济，你啲咁嘅过气明星，除咗识得剥衫扫肌肉之外，仲识啲咩？你睇死我！如果我要揾，点止揾100万？1000万都揾到。你揾到1000万，我揾到1亿啊！我揾5亿、7亿、8亿啊、9亿，美金。喂，你谂下，唔好再拗啦。不如两个一齐谂个办法，一齐揾钱。系咯。 大家唔好玩得咁大啊！不如set个目标，为1万蚊，睇下你哋几耐先可以揾到啊！如果1万蚊嘅话，我俾啲心机，一个礼拜应该揾到。<笑>以为你有几醒添，我两搞掂。<笑>你得唔得？我唔得，你得。我唔得，你得。你得我唔得？你得我唔得？我得你唔得。不如监察住对方，睇下大家边个最先揾到100万蚊。好啊。 转牌咯，我哋今日唔够人，你企喺呢度转牌叫车停，跟住去翻嗰边转牌叫车去。40几度喎，系嘛？原来揾钱咧真系唔容易啊！边个揾？
揾錢唔容易，呢啲咪容易錢啦。先姐姐，份工系要做咩噶？哦，好簡單嘅啫，就係企喺度得噶啦。咁著數？咁都要換件衫同埋簽翻份合同先嘅。喂，姐姐，點解要換件咁嘅衫嘅？陣間你就知。我覺得有啲唔對路，不如走啦。留意翻啦，簽咗約，走要還錢。我哋要学嘅咧就系人体素描，呢两位就是我哋今次嘅裸模啦。你仲唔除衫？要赔钱噶。除衫。咁点啊？除衫。除衫。除衫。死啦！除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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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好似一件藝術品，我覺得我好似一件陳列品。如果你哋兩位咧擺啲 sex 啲嘅 pose 咧，啲學生會打賞多啲嘅我副边画噶，画咁丑样嘅，系我。又系你块猪扒，你有冇人性噶？你画过人哋咁样，唔系佢嚟噶，系你嚟噶。竟然系我，你画到我副计咁样，喺我心里面你就系咁啊！其实你真系几似你嘅，你自己系猪扒咋，唔系全世界个个都系猪扒噶。你咁中意画猪扒，你花机对住发景自画啊！对景二千啊！我名作，珠宝底冇人要啊！先生，你破坏咗我哋学生嘅作品，根据合约系要赔钱噶。喂，你两个唔系出去搵钱嘅咩？点解搞到要赔钱噶？老豆，放心啦，我唔系谂住问你借，我谂住问契爷嘅。原本呢个月咧，我有钱剩噶。不過而家將啲錢咧奉獻曬俾廖傑堂啦。原本呢個月我都有錢剩嘅，不過嗰100蚊都俾埋你咯。成間教會得100蚊，老豆你點搞㗎？人開教會，你開教會，點解你開到咁樣咧？兩位啊，其實你哋個教會都兜唔到咁交關啦。我諗到啲嘢，我諗我先走先啦。哎呀，咪住咪住，不如我哋一齊嚟祈個禱，或者會有奇蹟出現咧。嚟啊！做乜聚住嚿豬肉默哀啊？都話咗祈禱有用噶啦。走先。又得，你都好耐冇嚟了結堂落河。你想佢奉獻啫係嘛？嗱，俾曬你。阿牧師，原來你啲祈禱真係有用嘅，可唔可以幫我祈禱揾份工啊？咁啊，不如咁啦，今晚大家嚟一個通宵禱告會，幫大家揾份工，你話好唔好咧？TVB 精彩节目片段会在 TVB USA 官方频道每日更新，未订阅的你就快点 subscribe 吧，记得按下面的钟仔就会准时收到频道的最新资讯了。